从1589年的元旦算起，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已经有十多年没有临朝听政了。对于山海关外崛起的女真人，他似乎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朝政有大臣们在管理，疆域有武将们守卫。万历皇帝的兴趣和热情完全释放在纸醉金迷里面，与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相比，金钱、美酒和女人使万历皇帝的心情来得更加愉快。在大明天子的昏昏然之中，努尔哈赤一刻也没有停止统一女真的步伐。他阳奉阴违的两面政策不仅蒙蔽了朝廷，就连威震辽东的李成梁也在他恭顺的外表下丧失了正确的判断。李成梁前后两度出任辽东总兵官达30年，这30年正是努尔哈赤成长、起兵并逐步整合统一女真的30年。宽甸六浦位于辽东边墙之外，原来只是一大片没有归属亦无人居住的荒地。万历二年，在李成梁的大力建议下开始修筑军事据点，竣工之后又开荒800里，移民6万，进行耕种放牧，其目的在于屯垦戍边，巩固军备。然而万历34年，李成梁却突然一改初衷，认为这六浦孤悬边外，极易引发边境冲突。于是李成梁下令把辽东宽甸、长甸、大甸等六浦的垦荒军民迁入内地。另外那块经常移人进行活动，所以这样的话是遗憾交叉地方，对国家的安宁不构成不便。又把这老百姓撵回来，把大量汉人都撵回来，把那宽甸六浦的地方全撂荒。说这个撂荒结果，实际上这个已经是良田美地就开垦出来了，本来很好土地。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朝臣对这个意见最大，因为这是什么呢？他是弃地淡鲁，淡鲁就是把那好好的地方丢弃，来为那什么呢？为女真人，就是拱手让给女真。实际他的气到丢丢丢给这个卢死人努尔哈赤。此时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司正横行辽东，对百姓敲鼓吸髓，百般刻薄，辽东人民怨声沸腾，许多汉民不愿内迁而逃入建州。努尔哈赤不仅得到了大片良田，更得到了大量的劳动力，明朝日后丧失辽东的征兆此时已经显现出来。尽管努尔哈赤处处谨慎小心，伪装恭顺，但他的迅速崛起和强势扩张毕竟还是引起了明朝不少有识之士的注意。兵部尚书李化龙在分析建州列仗如云，积兵如雨，日夕征战，高成固垒的军事形势后断言，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者，必此人也。一些文武大臣纷纷上书，建议调兵遣将，待机征剿努尔哈赤。不过这些建议如同石沉大海，得不到深藏内功的万历皇帝的丝毫回音。1608年的6月，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卸任，征战一生的他此时已是83岁高龄。李成梁先后两次任总兵官，东征西讨，师出必捷，威震绝域。当须发洁白的李成梁从广宁启程回京之时，他并没有意识到
因为它的骄纵而成气候的努尔哈赤将和他的继任者彻底埋葬大明王朝。位于辽阳的东京陵是关外一座很不起眼的简陋陵园，这里安葬着努尔哈赤的两位至亲，一位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另一位是努尔哈赤长子楚英。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三弟，在努尔哈赤四个弟弟中，舒尔哈齐最是骁勇善战。早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舒尔哈齐就跟随大哥冲锋陷阵，浴血拼杀。当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建立王权之时，舒尔哈齐已经拥有大批兵将，成为建州女真的第二号实力人物。在明朝的官方文书中，往往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并称，舒尔哈齐也多次以建州卫都督的身份进京朝贡。1611年，当努尔哈赤的八旗大军驰骋纵横于女真各部，伴随着军事上的捷报，在赫图阿拉，一条消息却突然而至，并迅速散播。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去世了。关于他的死，清朝的官修史书记述得非常简略。上帝达尔汗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年48。在这短短的十几个字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舒尔哈齐跟努尔哈赤之间矛盾，除了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外呢，也有一个对外战争问题。这个舒尔哈齐明朝封为三都督，那是跟明朝关系非常好的。这个舒尔哈齐不太同意进攻呼伦斯布。虽然舒尔哈齐是与自己出生入死的血脉兄弟，但是努尔哈赤的心早已不再会被感情所软化。对于那些坚决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他如太阳一般温暖；而对那些反对他并向他的权威发出挑战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努尔哈赤逐渐削夺了舒尔哈齐的兵权，并把他幽禁在赫图阿拉城的大狱中，直至突然死亡。努尔哈赤幽杀胞弟舒尔哈齐，成为此后300年爱新觉罗家族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的发端。弟弟舒尔哈齐的死并没有影响努尔哈赤的心情。第二年的4月，辽东大地春风拂面，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迎娶了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这是爱新觉罗家族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的开始。蒙古族和女真是世仇，因为什么呢？他呢，女真族的就努尔哈赤这帮，这是他们的民族是祖先是被元朝灭掉的，说这个仇恨是他不会泯灭的。所以话呢，但是呢，努尔哈赤看到了蒙古族可以利用，所以话呢，努尔哈赤话呢，对他们又防备，又防御防备，又拉拢，采取哈文武两道。两种政策，所以话呢，直接希望和蒙古族建立联盟，以攻的话呢，明朝。
表面忠于明朝，暗中征服女真，结盟蒙古。努尔哈赤就像一名高明的棋手，在棋盘上有条不紊地谋篇布局。经过多年的准备和耐心的等待，努尔哈赤终于下决心要铲除一直横亘在他统一女真道路上的两个最大障碍，乌拉和叶赫。1613年，努尔哈赤统帅大军征讨乌拉，双方各30000人马在乌拉城下展开了一场大战。努尔哈赤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在强悍的建州大军的冲杀下，乌拉兵终于难以抵挡，四散溃败。努尔哈赤一举攻占了乌拉城，乌拉贝勒布占泰逃亡叶赫，因复国无望，几年后抑郁而死。从1593年古勒山大战到乌拉部覆灭，努尔哈赤为砍倒乌拉这棵大树已经整整花费了20年的时间。在砍倒乌拉这棵大树之后，努尔哈赤又马不停蹄地兵指呼伦四部仅存的最后一部叶赫。8个月后，努尔哈赤借口叶赫收留布占泰，亲自统帅40000建州大军，浩浩荡荡杀向了海西女真中最后也是最强劲的敌人叶赫部。自知不敌的叶赫被迫向明朝求助。这场交织着国仇家恨的战火在明朝出兵干预后暂时得到了平息。自筹还不足以与明朝抗衡的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亲自到抚顺向抚顺游击李永芳呈书申辩。这是努尔哈赤与李永芳的第一次见面，距离李永芳成为努尔哈赤的降将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从1583年起兵，30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无休无止的征讨、拼杀和心智角逐中，努尔哈赤从一个25岁的青年开始步入晚年。此时，东北女真各部已基本在他的掌控之中，努尔哈赤觉得他已经有资格和实力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宝贵了。1615年是努尔哈赤为建国做准备的最后一年。这年，努尔哈赤最后一次派遣使臣赴京朝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向明朝表示忠诚。这年，努尔哈赤把汉族文化的精神领袖孔子请到了辽东这个偏远之地，他要求女真人学习汉族文化，并下令举荐人才，广纳贤士。这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开始兴建佛寺、道观、文庙等7大庙，3年后全部竣工。中原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逐渐取代萨满教，成为女真人精神世界的主流。努尔哈赤时常眺望烟囱山，他在考虑给他即将建立的国家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公元1616年，明万历44年，新年的鞭炮声还响彻在赫图阿拉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了隆重的汗位登基典礼。
以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八子皇太极为首的八旗贝勒和朱大臣率领文武官员按八旗顺序肃然站立。八大臣跪呈文书，为努尔哈赤上尊号奉天赋予列国英明函，建元天命。斟酌许久的努尔哈赤最终把国号定为金，史称后金。经过33年的征讨，努尔哈赤终于基本统一了原本同族却又各自为政的女真各部落，如愿以偿地登上了部族的权力顶峰。他在自己的出生地修建了一座宫殿，宫殿的样子很像是一个八角形的帐篷，这是按照满族人生活习惯的样式建筑的。努尔哈赤把它命名为汉宫大衙门。虽然这座宫殿建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他屁股下面坐的那张椅子上却雕满了龙形图案。显然这时的努尔哈赤已不再甘心在东北的穷乡僻壤里打打杀杀了，他要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虽然此时的女真还未彻底一统，但努尔哈赤相信那只是早晚的事情。他现在最最关切的目标是那个远在北京和他同样坐在龙椅上的大明天子。公元1617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席卷了辽东，刚刚立国不久的后金遭遇了一个大凶年。据朝鲜史料记载，当时女真人流离道路，饿殍相望。但是生活的困境不仅没有消磨女真人的桀骜之心，反而使他们变成了随时不惜一切扑向猎物的基因。1618年，天命三年正月16日清晨，当圆圆的月亮即将隐去的时候，一个奇异的天象出现了。一道黄光穿过月亮，此光约2尺宽，长约4丈。努尔哈赤听到报告之后，急忙披衣出门观看。韩王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思虑良久的决定。在当天的朝会上，深思熟虑的努尔哈赤端坐在汉宫大衙门，向排列两侧的诸位贝勒大臣宣布：天意如此，汝等勿疑，武技已绝，今岁必争名。一项事关后金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就这样在后金建国的第三个新年传遍了赫图阿拉。在努尔哈赤时代，明朝确实走向衰落了，所以话呢，努尔哈赤呢也是深谋远虑，雄才大略，所以他看清了形势，他敢于向明朝宣战，敢于向明朝动武。如果他没有一定把握，他绝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这场战争的话呢，他方战争呢完全建立在他对明朝的情况充分了解基础上，建立在他对明朝的双方情况做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努尔哈赤敢于向大明王朝叫板，还有赖于他一手创建的极具战斗力的八旗军队。在八旗军中，骑兵是主力部队，克敌制胜主要依靠他们，
努尔哈赤的骑兵无论人还是马都装备着甲胄。骑兵作战时分为死兵和锐兵，死兵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敢死队，锐兵就是督战队。冲锋时，死兵骑双马披重甲，冲锋在前，即使遭遇强敌，明知必死也必须勇往直前，如稍有退却就会遭到后面锐兵的截杀。当死兵冲乱敌军的阵脚，锐兵乘胜冲锋，迅速扩大战果。八旗军横行女真各部，攻必取，战必胜，这正是制胜的诀窍之一。八旗军之所以成为当时不可一世、令人生畏的作战部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明确而严格的奖惩措施。努尔哈赤定下规矩，只以敢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有功则赏给奴婢、牛马或者财物，有罪则罚，剥夺他的家财、妻妾，甚至囚禁杀头。因此临阵之时，八旗士兵总是冒死冲锋，有进无退。努尔哈赤还规定，凡战斗中掳掠的人口和财物一律分赏给参战者。这对于生活贫困、物质匮乏、刚刚从与野兽为伍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女真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物质刺激。因此八旗子弟一文出师皆踊跃争先，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也都欢呼雀跃，希望多抢一些财物。当后金的八旗将士厉兵秣马，把刀剑磨砺得更加锋利的时候，当后金汉努尔哈赤振臂将弓拉成满月的时候，复仇之箭所瞄准的目标明朝，却还在一片浑浑噩噩之中。此时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已经18年没有上朝，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之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全国的行政陷于长期的混乱，宰相李廷基有病，连续上了120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干脆不辞而别，朱翊钧也不加追问。全世界都找不出这样的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嚎，官员的焦急，遍地的垢砾声和如火如荼的民变，朱翊钧都无动于衷。当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建国后金，对大明虎视眈眈的时候，明王朝政府却像是一架瞎马拉的破车，一日千里的向着使他粉身碎骨的断崖奔驰。